右手按按，早安晚安，空白晚安，空白过安安。啊，早安，明明子刚刚刚嘎到脚了。明明子的椅子有轮子，然后刚刚就直接把自己的小妞妞碾过去了。原来只摔跤，韩国一直在没有流血，平平子没有流血，只是他很红，然后弯不起来了，然后其他脚趾是紫色的，其他脚趾没有事情，他是紫色的。平平子要是没有嘎到脚，还不会发现其实自己的脚趾是紫色的。右手，你们有碾过脚趾头吗？还是你们的脚趾头也是紫色的？平平子只有那根被碾到的脚趾头是红色的，其他都紫色的，为什么啊？他现在好多了，平平子现在脚好多了，可是他那个时候碾到的时候好像只有碾到那只脚趾头还是红色的，其他都是紫色的，所以是其他的血都跑到那边去充血了吗？